哇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就刚差点被那个路过去，我差点被电车路过去。至少我在我画面上看到我的。某某离开太久了。他对他，他被踢出战局了。没有，他整个人都不见了。真的啊？他整个人都不见了，他第一口也不见了。对，他第一口也不见了。啊，好难过、哦。废哦！哦，忘记这不是预言了。他不见了 ，Discord 不见。我的巴哈姆特也自动给我登出了，反正。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吧，或者是叫魔力进来。看你吗？我多好。我是想着默默回来了。哦，那我们去刷个竞速。好啊，等一下哦。对啊，刷竞速我要开另外一支。怎么开电视啊？他会写吧，手上。过来那个椅子上的阿姨。因为我离开了。我去换另外一只来刷竞速。嗯哼。我的画面上有两只浣熊。我喜欢它的。我的画面上有两只浣熊。还蛮恐怖的。我看到摸摸 Skype 上线，我不知道我 Skype 其实删掉了，因为我 Discord Skype 会服从。超惨！他回来吗？听到一声噔噔。回来了。我才刚切角色，我要切回去了。摸摸你还好吗？我的桌子掉下来。你的桌子掉下来？他刚刚有讲他的抽奖的，那是我抽屉掉下来吗？抽屉啦，没有，我除了抽屉掉下来以外还有什么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哦，那就好。我的小球没有掉下来。What？ 我想说你去弄抽屉要弄很久，所以我切了，等一下切了分身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连连要看一个猪头？什么东西？没有，连连一直在看一个猪头。对，就是我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为什么黑画面，我还按到那个，重点不是抽屉掉下来，是我不小心按到电源键的，因为那个主机那边。对啊，我换猪头，然后就是黑画面的，我换回来好了。这游戏其实是猪头吗？我刚才在修那个锁那个螺丝的时候，就按到电源键，所以才会关掉，就直接关机了。那就直接把程式结束掉，然后关机哦。Oops， 类似。还蛮想买个桌子，然后再加买一个椅子架，然后再换一个人体工学椅。What？ 我想要人体工学椅。人体工学都是个屁，因为我现在就是用人体工学，我真的超难用的。我没差，我都蹲在椅子上面。好吧，你蹲在椅子上面感觉跟我爸一样，可是我爸是……我是用跪的，因为我家是比较日式的。你跪在人体工学椅上，你跪人体，你在人体工学椅上面跪着玩游戏，好痛哦！天哪，痛爆了好不好？应该是要膝盖工学椅好不好？你想为什么人他妈痛啊？你要买一个人体工学坐垫。还有个，我正在连线，等我一下。摸摸呢？我开游戏，在读取。等一下，我忘了腰了。
你是邀请吗？还是好友？就是邀请在局，因为我们刚刚才打完而已。好吧，那邀我一下，我在公开。啊，嬷嬷你好了吗？还在读取。啊，读取完叫我。你要用六等的打。啊，我现在是102啊。哎、欸，让我的显示器休息一下。反正你就直接邀我就对了、啊。可以邀了。因为我显示器显示哦，有了有了，我显示器回来回到，啊，我按到加入游戏了。按 ESC， 快按 ESC。对，我按 ESC。那个、默默，我先邀你，等一下如果要再邀的话，我再继续邀。好。哎、欸，电视没有关。啊、哦，有一点很不下去。说想开多，还是你家望远镜比较远。是因为他家望远镜，他家比较高，是吗？因为我觉得他家望远镜好像离一般的地，好，我错了，好像 bug 了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因为他的望远镜好像远离他的位置，远离他原有的位置。他现在在一个，是不是要看野人或是脚踏车之类去撞啊？他可能会撞倒哎、欸。重点是不是要撞到，重点是要能用。哎、欸，用望远镜的时候还是在这个位置。念念，你看我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我是不是隔空拿着望远镜？对，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，我要看，我要去你家，等我一下。我要买一台马萨克。我现在好像隔空拿着望远镜。邀请我公寓，邀请公寓。嗯。我好像隔空拿着望远镜。我去按电影吗？还是要邀请？等一下哦。我是不是隔空拿望远镜？有人可以帮我拍个照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好像隔空拿的望远镜。你隔空拿？我是不是隔空拿的望远镜？你这画面。有人截图一下吗？我在录音，我在录音，所以我可以让你拍了吗？我是已经录到了啦，不行，你要待在那边等嬷嬷回来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可以用望远镜吗？可以，好，你用，可以耶、欸，你是正常的。哎、欸，那个，你继续用，你继续用，你继续用。我不是已经到战局了吗？对，等一下，你是正常的。只有月狼是歪了，他不是歪了，他是完全就是一个嗯，完全偏离了。月狼歪了，可是你是正常的。他不是只是歪了而已哦。那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截图的时候那个电视萤幕怪怪的、啊。你是说电视萤幕是什么？你是正常的、啊？不，我说电视萤幕，我现在截你的图，电视萤幕好像播出了什么怪怪的东西。算了，我用贴图就好了。电视萤幕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尴尬。电视，家电视不错哎、欸，哪里买的？罗森都。推不动。然后我刚刚你推动我两步。大概这种情况啊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啊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喂，你的画面那个望远镜根本就不对位置，好吗？你看月狼的话，他那个望远镜根本就不对位置哦。他的望远镜在这里，好吗？他的画面望远镜在这里，我隔超远的。所以我一眼就是不知道那个 A1 你在送他回，我其实就是一个隔空拿着望远镜。天哪！这画面太恶心了，太扯啦、啊！所以有朋友要接一下那个大直升机过来的那个，大直升机过来的那个，你说哪一个？我直接去开战局比较快啊。他直接去开，然后邀他，也是的，可他又过来了。Hello， 有人开一下门吗？没有，可是我们已经进去策划室了，他已经进去了。啊，不是直接进去策划室就好了吗？要我进去啊？可是我们已经进去了，我们已经进去了。
在我这个方面是看 A 啊，好，是我错了，他进来了。那我要你哦，等一下。上面先邀请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取消邀请，然后再邀请。我进去了。好，你来了。哎、欸，你就在那边。算了，你可以从门口进来。该叛乱分子吗？不用。不用吗？想开什么就开什么。哎、欸，对。开叛乱分子就好了。我又忘记换重装了。没关系，大家还是可以换，除非他 bug。我穿超晚熊哎、欸，不然就换重装了。所以我要开六层六抵抗他的四乘四吗？他写四乘四啊，对啊，他那边这么写四乘四没错，但是这个啦，这个，所以随便开哦。那我看要开什么？对了，开这个。等一下，我要选车。我选好车了。好，选完了。我要开着我的美国梦。我知道你开哪一台、啊。除了那台以外，还会有哪一台啊？不然呢？哎、欸，有两台一样的车，哪一台是我的？我的美国梦嘞！哦，美国梦在这里，好远哦。前面那台是我的，你要坐我的车吗？我比较快。嗯。为什么浣熊不见了？你要自己再带上，等一下再那个就好了。我、okay, 哦、没有安全帽哦。Hello， 双浣熊，太恶心了。有两只浣熊坐浣熊号正在前进哦。哦，开着我的美国梦 ，America。开美国啦！啊，打滑了！车六今天还没有被撞凹。好啦，有一边凹了。我什么？有边断掉了，那个车的好吧，坏掉。好。你好，浪子军弟。没撞到。不用标吧，它有黄色线啊，照着黄线走是吧？所以我说好无聊啊，来标一下，冲啊！高速公路狂飙，在铁轨走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怎么一台倒掉的摩托车在路上？还有打滑了，还有打滑了。What？ 路中间有一台倒掉的摩托车，还有打滑了。我开着 America， 我觉得我要死了。哎、欸，我好感动哦！我这次到达目的地之前，我的破甲还在。好惨啊！现在应该会有一台猛牛 S 挡住你的路哦。哦，太恐怖了。我好感动哦！我第一次到目的地的时候，我的护甲还是满的。凶啊！第一次感动。好，可以戴面具了。这就是越野。啊！你这哪叫越野？跟这根本是直接去撞门板哦！他们在朝我开枪！他们在朝我开枪！他们在朝你开枪！我该怎么办？打他们！我开枪！打回去！打回去！快死了！我快死了！不要死掉啊！我血是满的。这牌子借过啊，有点挡。我快死了，但我血是满的。啊啊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在那个地方啊？为什么会跑上来？